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荣幸的来聘请我们林嘉靖教授为 CD34 生技研究全球发展委员会的总主席。那我这边呢的内容啊，就是景仰去做从事健康生技医学研究，成果卓越，享誉国际，为促进人类健康福祉，特尊并为世界国际健康管理协会 CD34 生技研究全球发展委员会总主席。非常感谢我们的林教授。好，那我接下来呢，请代表几位啊上台来跟林嘉靖总主席啊的一个授证。来，我们的首席顾问陈介甫啊，陈教授。好，这样子可以了。啊，看前面。那我们就教育长吴阶生博士，站中间，我会受证。站中间，容易的，站中间。OK， 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执行长啊，汤院长。OK。好，谢谢。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对全球各地区啊要发表的一个谈话啊，所以呢是全程的录影啊。今天的所有的这个贵宾啊，是要为我们台湾之光啊生技的发展做个见证。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各位啊远道而来，参加我们今天世界国际健康管理学会 CD34 生技研究全球发展委员会授证典礼，暨林嘉靖教授的学术成果发表会。那希望说今天的大会能够圆满成功，祝福大家事业成功平安，谢谢各位的莅临指导。翻译，我们请我们的英文翻译到我们的司令台，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certification ceremony and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 of Dr. Lin Jiajing.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come a long way.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honorable guest to come and join us our ceremony today. And Dr. Chen Qiulong, as the chairman of CD34 Biotechnology Advanced Association, thank you again to come here to attend and witness the ceremony we have for today. And at last, we wish you have a prosperity of your career and wish you a smooth completion of the ceremony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Thank you. ご着席の皆様、こんばんは。今日はお忙しいところ、この発表会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本日は世界国際健康管理協会 CD34 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研究の林嘉靖教授の研究成果発表会でございます。林教授の研究成果が、世界中の高齢者の健康に役に立つ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最後、皆様のこれからのますますのご活躍と健勝を記念いたしましてご挨拶といたします。
我们有请我们的主席来介绍嘉宾。好，那容许我来介绍与会的嘉宾啊。那如果没有念到的啊，等一下再来补充介绍啊。首先呢，刚才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殡仪长啊，是段宏印，他是我们的这个也是决心啊，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技产业啊发扬到国际啊，所以呢，未来只要是殡仪系的国家，他都会随团呢、啊、跟我们呢啊一起呢、啊、去做一个沟通。那另外呢，这个日文啊的日仪长呢，是我们国际公关长徐凤珍啊的公子啊，那是啊刘义官啊，刘义官先生啊，他是刘日啊的一个日商的经理啊，日那个他的对健康产业也非常的认同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受证典礼和成果发表会，我们就会将呢我们的一些啊书面或者是录影啊直接的播放到全世界。啊，希望今天的大会能够圆满成功。那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与会贵宾。啊，那我就按照了这个我们的报名啊来的安排的顺序啊，不分前后了啊。那第一位呢，要介绍的是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总会全球总会长潘静雅总会长。专程啊，从高雄啊，揭牌仪式以后就专程上来，啊，那他的这个一起随同来的是余贵友余将军，啊，将军呢是我们前国防医学院啊的这个学务处长啊，那他也是生技公司的董事长，啊，所以呢，对于我们的未来台湾的生技深具信心啊，今天特别啊来给我们这个争光，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还有台潮国际整合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啊，还有这个朝鲜啊，这个一个跆拳道亚洲代表小洪小娟，哎，洪理事长到了吗？好，这个是因为呢和北朝鲜啊。大概经营了大概十几年哈，啊，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有的商业交流。我们刚刚上任的中华文联总会理事长陈春庭陈理事长。世界健康管理学会总会两岸决策委员会执行会长谢国衍。谢谢执行会长。那本来呢是中华奥委会啊的秘书长啊贾伟杰先生呢、啊，因为临时啊，这个有公事啊，就不客前来。另外就是基金守法协会理事长庄立雪，庄理事长，好，谢谢。桃园市针灸学会理事长杨军，杨理事长。马来西亚世纪联署理总会长谢耀松教授，因为呢飞机啊这个没办法入境要两个礼拜，所以呢请他的高徒啊啊今天呢来代表他受证啊，陈章泽在那里。万能科技大学 EMBA 校友会现任理事长赖新林赖理事长。台湾学习长党主席蔡盛宏蔡主席。世界国际健康管理学会总会经营管理顾问姚麦凯。姚管理顾问呢，他是在广州啊，那成立了大内高手连锁店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未来啊要进军大陆最高的我们的指导的连锁店的啊的顾问。嘉乐木贝果林宏展林董事长，还
还有木内果的代言人李华如林华如，他们在电视啊可以看得到啊他的身影。台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文林林董事长。时辰医养集团系统创办人许宪宏，啊，我们的创办人，他们的事业都做得非常好。世界卫生组织无国界中医联盟副秘书长蔡志一蔡博士，他们赶来。好，那等一下来补充给大家认识。中华艺境美学交流协会理事长许立冠，许理事长。亚太投资银行家协进会创会长及执行长张文珍，张执行长是我最敬佩的，他曾经是我们中华民国啊杰出女青人女青年啊的代表啊，啊十大女青年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因为全文没有出来，我才办的。啊，那还有百度智慧啊，燕维股份公司董事长陈怡静有没有来？啊，又在台中啊，可能有几个啊没有到。信强科技总经理吴瑞斌博士，您是有事？好，有事啊。好，我们国际扶轮社台北时间扶轮社。翁浩崇社长钱康立，好，非常谢谢你专程来台北访谈。这扶轮社也是我的现在的社。好，跳过了，我该那个我们的民传大学我们的医学工程博士吴继华吴教授。要说吴教授下次来给我们开课啊。那北台湾职业总工会理事长吴全宏，他听到了吗？还没到。啊，世界商务狮子会荣誉会长张琼文，啊，张会长呢还身兼全民参政党党主席，现任的啊，准备要选总统，啊，我支持他全民参政，啊，要选总统了。啊，东方帝国建设代表林恒俊，到了吗？好。那中华国际商道高峰会理事长石华珍，石理事长，谢谢你的莅临。中华国际商道高峰会秘书长陈德硕，啊，我们的秘书长，感谢你。中华长生美学医学会亚太医学科学联盟执行副执行长林坤亮，林博士。在自然医学方面啊，他的非常有成就。时辰生技公司负责人张君宇，啊，我们的老张董事长。三井企业公司总经理杨耀全，姚总经理。远东商银资深乡里陈俊清继夫人，非常谢谢。我们正需要这个银行界啊来给我们大力支持啊，因为这个产业非常的蓬勃，只要利息啊低于啊三以下，我就赶快啊介绍大家啊。对，社团法人中华美容技艺促进协会附设执训中心理事长陈九明，陈理事长。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全球总会的常务理事余贵勇将军，啊，监事，啊，谢谢。桃园观光杂志社社长宋孝明，宋社长。中华国际大健康产业理事长张国伟，张理事长。淡江大学教授李万坤，李教授。啊，刚才在很前面啊。没有介绍的，因为我这单子上好像少了一张。啊，没有介绍到的一位贵宾，请站起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现场。
我的首席顾问陈介虎陈所长教授，还有我们的宋和前宋医师玉贤判例，他们两位啊，是因为这两天是台北啊国医节啊，两天连续的会议，那宋理事长是在下午发表完就赶过来，那我们的陈教授呢是在卫福部开会，是啊三点多一结束就先过来，所以这些疼爱我的长官啊，我非常的感动啊，也鞭策我不断的要努力学习。好，谢谢各位，谢谢。林国华林博士，我好像那边看笑，林博士啊，还有呢，仁德医校培养我们调理保健的老师啊，吴东升吴教授。那后面有没有没有介绍的贵宾？边教一下、还有我们的那个中国医药导道总社长徐武庆徐总社长，好，我们来谢谢他。好，他今天来了是要特别跟我们做一个专访报道啊。那还有没有其他？好，我们的我们自己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教育长吴阶生吴博士啊，他是我们国家栽培的专业的高级军官啊，是国防医学院啊专攻的这个生物医学和医学工程的博士。国际公关长徐凤珍，大家好。啊，今天呢是专程啊，把所有的业务都停下来啊，一起呢来给我们打拼啊，因为他曾经为我们的世界脊柱健康联盟总会啊，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还有大陆各地区啊的知名的公关啊的一个最伟大的人物啊。那还有呢，还有没有这个补充介在后面台中上来的啊，我们看一下杨仁德啊，杨执行长，他也是市级联狮子会创会会长啊，他专程呢从台中赶上来，高雄啊，还有高雄高一护理长啊，我们的王慧珍王博士啊，专程今天从高雄赶上来啊，非常的谢谢啊，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的这个会长，将来啊这个 CD34啊的一个造福人类啊，即将呢在今天开始啊。那还有我们的医检顾问啊，胡能友胡院长，大家好。胡院长呢是监督我们啊，我们的身体的生化变化，他未来会跟我们上课啊，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他说他来担任啊我们这个医检的顾问啊。那有没有没有介绍到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补充介绍啊，请接待人员啊稍微注意一下啊，你站起来我再介绍一下好了啊。我们的这个在 CD34 啊的生技医学啊，第一个伸出手来捐出你的热血啊，抽出5cc 的，他是代表啊。我们的秘书长啊的这个部分啊，也是呢我们的金刀的传人啊，非常谢谢啊，我们先感谢啊。那后面还有哇，要站起来了啊，我们的范钢筋范医师，他是禅宗内功气功大师啊，有空呢可以跟我们交流啊。那我们的简单的介绍完啊，还有我们的总队公关长啊，我们的陈永宏啊，陈公关长，非常谢谢啊，大家的力挺啊。那我们的后面才刚出来，这是我的夫人，他今天呢、特别的为我的这个衬衫啊，好久没有除了结婚以外那么慎重，真的非常谢谢啊，他给我烫好衣服，然后呢我的领带啊是段荣誉狮子会会长送我这个领带，所以我也特别的啊感觉到了非常的高兴啊。